我对你爱爱爱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小爱陈光慧，谢谢大家。小爱，谢谢，我会记得的，一定会记得的。谢谢。说到高大上的项目，我想说一个我很喜欢但是又不会的项目，就是游泳。我觉得我真的好难学，我浮不起来，怎么办呢？把你丢到水里，你就会起来了。你丢下去，他就淹死了。我也不会游泳，没事，你有。我现在没有自带。我并没有这么说，是你说的。对，但是我又非常的喜欢他，所以我就觉得他非常的高大上，然后我要很羡慕你们会的人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.